后日的太阳花城头边哦，有一个囡仔天堂，是有一大一大片的草坪啊，会当让囡仔伫遐种。服务人员嘛，真亲切，甲你拍招呼。其实咯，这是一个有身心障碍者服务的餐厅，嘛是帮助因哦，学会要甲社会互动的所在。咱囡仔手搭顶来佚佗，即当阵因带团体活动的大姐姐结束之后真欢喜，来整理房间、换床单、到枕头巾拢爱做好，即嘛提供接待家庭的一寡大的服务给因。可是可以，球员可以啊，很棒哦。人客来啊，爱倒水客菜都来做介绍。如果唔是讲讲话小夸无清楚，因面顶的笑容，你若是无注意，可能唔知因有小夸身心障碍。另外，才家己做的饼，甲一挂香草、花草茶，拢是因亲手种的。虽然动作较慢淡薄啊，老师爱一直甲因提醒。不过，这个园艺治疗之后，因即马非常有信心。拉下去，压下去，小心一点。对对，种得很开心啊！为什么种东西让你这么快乐？因为这个哈，好好摸。嗯，跟他们讲话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我紧张啊！不紧张，那怎么办？你怎么克服？因为我老叫老师去帮你。新光爱智能发展中心沙花后花园对着搞训练农场搞花红餐厅，我过去伫遮那就等于出来对沙发碰椅同款。伫遮众多同多的搞学生，唔是伫封闭的搞环境学习，因接触各种人来融入社区。直接就是面对客人，那再就是说他其实。在老师教他之后，他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服务的机会。没有特刻意去说的话，客人都不觉得他们是学生。其实我们还是亏损的状态，但是我们很努力的要把它拉近。休困伫这边，平均一天是100人来吃，不过平日差不多拢无人。四位学生配合八位老师，一个月成本营运30万，成立一年来，逐个月拢是了钱。这本来就毋是以趁钱做出发点的所在。沙发后花园因希望互社会熟悉身心障碍者因的能力，因会当做到真侪代志，比你想的更加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